几个青年捡到了一副先进的外星战甲，他们想用电锯将其打开，可根本就切不动，而且战甲受损的部位接触到水就会自动修复。这时一旁的白毛小伙把手伸进了机甲内，没想到沉重的机甲竟然跟随白毛同步动了起来，可下一秒战甲内出现无数细针刺进了他的手臂，还好众人及时把他从战甲里拉出来。见识到外星战甲如此危险，小帅决定把他交给军方处理，结果他被当成了激进分子，被士兵当场打倒抓了起来。就这样小帅隐瞒了外星战甲的事情，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可怕的灾难。就在两天前，一个酷似眼睛的外星飞船突然来到地球，人类试图跟他沟通但却没有回应，于是上方下达了击毁的命令。只见两颗导弹精准的命中目标，受到重创的飞船急速坠向地面，同时也发射出了一道能量冲击波，导致附近的战斗机失去控制，飞行员只能紧急跳伞逃生。与此同时，方圆百里内的所有电子设备也全部瘫痪，受伤的飞船冒着黑烟向城市袭来，人们这才反应过来仓皇逃窜。然而为时已晚，巨大的冲击力让飞船一路滑行，沿途的居民和建筑皆被残忍地夷为了平地。最终飞船在一处体育场上停了下来，军方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立马下令封锁了现场，并把飞船的周围划为了禁区。最高指挥官和国会代表进入了封锁区，准备与外星人进行和平谈判。果然从飞船上缓缓走下来一个外表炫酷的外星人，由于这是人类第一次见到外星人，内心十分的紧张。 The planet Earth welcomes you. Don't. No sudden movements.外星人通过意识传达的方式来进行回应，可装有心脏起搏器的代表受到磁场干扰，很快便心脏骤停当场送命，因此这场和平谈判也彻底决裂。但人类不希望事态升级，只好派出军队严格监视飞船的一举一动。这时几个精神小伙听说有外星人，全都变得十分兴奋，都想去见识一下。他们趁着夜晚的大雾潜入了隔离区，在大楼内发现一件外星文明的产物。就在这时外星人突然出现，小美受到惊吓举枪射击，她在惊慌之下一脚踩空，但没想到外星人却一把将他救了上来。此时的小美惊讶地发现，外星战甲的头盔内竟是一副人类的面孔。其他人听到呼喊声立刻冲向了楼顶，不明所以的几人对着外星人就是一顿疯狂的铁棍。外星人沉重的身体根本抓不住墙面，直接从百米高的楼顶掉了下去。等到众人跑到一楼查看时，却只剩下了一副空壳的战甲，并且里面还出现了跟人类一样的血迹。这时小美发现了躺在废墟中的外星人，但她并没有告诉同伴。几个人抬起厚重的机甲慌忙地离开了这里。等到军队赶到时，就只发现了一个从飞船上掉落下来的铁块，他们将铁块带回了实验室，但以人类现在的科技根本没有办法破解其中的奥秘。小美因为外星人救过自己一命，于是她独自一人返回了隔离区，将奄奄一息的外星人救了出来。来到医院后，医生验出外星人的血型和小美的刚好匹配，于是立即给外星人进行输血。伴随着血液的流动，两个人似乎产生出一种莫名的联系，彼此看向对方的眼神也都带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。拔针的时候，小美好奇地触摸着外星人奇特的皮肤。就在此时，外星人突然一把抓住了小美的手，将一款外星手环戴在了她的手上。小美惊奇地发现，这个手环竟可以随意控制水的流动，